喂喂，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打一。好了，哎，好几天没上课了。出差好几天，在北京，想了呀，就回来上课。还有电流声吗？应该没有了吧？咱用手机放旁边了。旅游啊，哪有那个心情去旅游啊？一堆事儿。有人在群里问链接啊，具体我也不太知道哈。我觉得学员他应该自己就有链接才对呀、还用老师发链接吗？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哈。大家好，我是老 K。今天我们就按照课程来走啊。刚才我看那个，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讲 Loft 啊，因为我这边我也没有准备啊，我就喜欢随机的啊。然后Loft 的话，你们可能也没有在做，我就上百度了一个啊，随便百度了一个刚才。然后呢，因为我们也是开讲也没多长时间哈，我更希望抓一些细节吧啊，就是说今天呢，我选的这个 Loft 的户型呢。常规一些，然后呢，去细节优化啊，细节优化，而不是面积很大，然后跳动很多的那一种啊，抓一抓基础吧。想啊，我找找户型，我是下载过了。随机的到掉链子咋整啊？掉链子那就掉链子呗，但很少掉链子应该啊。因为真的是好在也是这一点，没有时间去备课啊。没有时间去备课呢，随机的话呢，还有一点兴致啊。备课的话就很枯燥。最开始记得13年讲课的时候，那个时候还需要备课，然后后来就脱离备课了啊。喜欢跟大家互动啊，你们发图我来 P 图，我来优化就可以了。126。好，就是这么个一个户型，很常规的一个长条形，然后还有个搜房，房天下，这个是我的二维码啊，微信的，可扫描就可以加我。好了，对，那个就是我，中间那个就是我啊，对，扫描微信转账，记得多转一点啊，不准太小气啊。老师帮你看看啊，今天不是互动课啊，今天是具体操作、具体的这个优化课啊，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排课，我们的课程表啊，不要随便发图，不要这个老是问别人，自己看一下课程表，我们的大纲基本，我们的平时的课程基本上按照那个课程表来走啊，然后三节课吧，三节课左右会有一堂互动课，互动课的时候你们可以发户型，然后我尽量去挑选
问题多的，然后去解决啊。平时的话，我们还是着重的一套户型一套户型去优化啊，好吧，所以说今天我就不去优化这个你们发的图了啊。你们可以课下，别指望我。上次讲课我已经说了，就是你们课下在群里面多聊呗，多沟通一下，然后多发图，有人爱动笔就会批一下。你像群里那个莫凡呢，还有一个叫什么四个字的啊，都是我的学员，以前的也是我以前的学员，然后呢都是算高手啊，然后这个他们都爱动笔的啊，然后你们就互相沟通呗啊，在群里面多互动，不然群也失去意义了，不能光指那个指望上课哈，好吧。然后今天我们讲这套 LOFT 的，你们先看一下，消化一下，我去拿这个倒杯水啊，你们先消化一下。因为我是在网上直接荡下来的啊，它没有什么层高要求，因为我们假定给它来一个啊，好吧，这个户型想不出怎么改，哪个户型？啊，加我了，那个我课下会回复的啊。想不出怎么改，你们在群里多互动啊，不要太指望老师，我会在这个互动课上去给你们相对的来解决一点问题啊。但也不是说完全解决，只是说给一些指导啊。那个都听过我上直播吧，这个互动课啊。今天我们就着重解决 LOFT 啊，常规 LOFT 一些的看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哈。左边呢这张图哈，左边的这张左边呢是一层。啊，这边是一层，然后这边是夹完的二层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整个建筑的这个空间啊，整个建筑空间，像 loft 的这种空间呢，都知道哈，一般情况下会追寻的空间的挑高啊。如果是空间失去了挑高的话呢，它 loft 它本身的这种空间感也就失去了哈，叫不叫 loft 这个两码说了哈。但是说一般情况下，这种小型的这个 loft 呢，我们都要追求空间的垂直的这个高度空间感啊，追求空间感，也就是所谓的挑空啊，有条件挑空。当然了，以前我们做的 loft 呢，可能是层高都在5米左右的哈，5米左右的。然后呢，前两年是卡到了4米5，好像是4米5。然后呢，去年还是前年吧，现在说是前年了，前年应该是国家给建筑商卡到了4米2层高，所以说越来越难做了。啊，loft 真的是这个越来越难做了，因为层高越来越低啊，国家的这边限制，然后包括这个建筑商，我们也做过很多项目，类似于错层啊，根据梁啊把楼板错开，因为层高比较低嘛，然后呢这个解决一些高度的问题，既要空间高度，又要不要磕头啊，不要磕头，上下2层都要的这个方向啊。然后但是屋里边就会有一些踏步啊，当然那种户型很少啊，现在已经有开发出来的了。我之前我在做样板房的时候有做啊，最近
今年吧，去年可能是也做过大概6个户型，应该做了50套方案 loft 啊，是工是我的工作户型，我就不发出来了。怎么讲呢？也是，就是说4.2米的层高，结构限制比较大，它的梁呢是，一般都是800高的啊，然后二层呢，这个因为跨距较大，二层呢就是也比较难搞，有的地方是需要低头的，啊，然后这个更头疼啊，更头疼，只能认怂了，低头就得低头了。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现在看这个户型啊，loft，我们就暂定按它。这个二层高度 OK 来算哈，然后呢，看它面积也比较小，所以我们进入这个户型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它的这个户型的尺寸啊，分析一下户型的尺寸，开始的布局啊，户型的尺寸开始的布局，好吧？啊，loft 我没有少做啊，做的还蛮多的，好了，它是单向采光哈，这边就会是走廊啊，然后走廊的这个上部分呢，这边空间呢，常规来讲的话哈，是会走一些管道的啊，设备管道，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走廊宽是这么宽哈，比如说是1.8米这么宽，然后呢，这个有的户型，有的项目呢。将这个走廊呢，一层当然是要给纯正的一个走廊区，二层呢，相当于来讲也是可以给部分给你这个户型内部的啊，比如说它这个走廊的剖面呢，常规来讲哈，比如说我们做这个4.2米或者4米，先暂定是4.2米层高的，然后呢，你的里边后夹的这个楼板大概在这么高，然后入户门的位置进来，打开之后啊，打开之后进来，然后人的这个高度哈，人的高度。然后上边呢，这个因为走廊空间可能会走一些管道，给预留一些管道，然后预留管道，比如说用在上边啊，预留在上边一些管道啊、设备啊，预留到上边。那相当于这个空间呢，开发商可以是给这个业主的啊，给业主的也是他的一个卖点，是吧？也是他的一个卖点，所以这个空间可以给他，只要保住走廊这边净高是2.2米以内以上就行了，比如说常规2.4米啊以上，然后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台子啊，只是说你要卖上去，在里边呢，二层需要卖上去，卖上去之后，这个空间就是属于你的内部空间啊，很常见。但以前的不是啦，以前呢就是说可以是两层，就是说看现在的这个户型哈。当然这个还有其他的啊，其他的比如说还是这个 loft，我给你们讲一下哈，讲一下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哈。还是一样的，这个是你的户型啊，这个业主的户型左边，然后呢外边会有这个窗户哈，会有窗户，整个一个大剖面，然后呢这边呢是走廊区，然后呢这个你有可能在里边夹板夹层板啊，然后呢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设备在上边，后来我们会给把设备靠到一边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些管井设备乱七八糟的都靠到。走廊的里侧啊，走廊的外侧，然后整体走廊的里侧，这个时候就能你的吊顶啊，吊顶和隔墙给它分开来，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区域呢，就可以给里边来用了。比如说里边有一个这个衣帽柜，很厚的一个衣帽柜，或者是一个储藏间，或者什么什么样的空间卡座呀什么的啊都可以哈。这样的话可能比这个二会比一会好一些。如果你们碰到开发商的时候给他意见的话，二会比一会好一些。啊，大概就有这样子两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原始的这张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层从这边进来啊，二层这块还会有一个类似于洞口的地方，可能是我那种情况，我说的那种情况，也可能是它原始可能就2个3米层高啊，二层可能还是外面还是走廊啊，还是走廊。啊，也是有可能的，上下两户打通，相当于这是以前的这个一些项目，很久以前的哈。当然那个条件就好了，层高完全没问题啊，层高完全没问题。好了，这个就说到这儿，因为这个区域我们也不去用它了哈，看这张图也不去用它。然后呢，整个这个长度大概在这个10米多啊，10米多，我们看一下哈。这是1.85米加到一起是3.7米哈，
3米7，整个长度不到10米，是9米多啊，长不到10米，9米多。当然这个穴不是特别好用啊。然后呢，这个，相当于这个区域可能是整个建筑商这个来偷的这个面积啊，它的柱网啊会在我现在画的这根横轴 F 上啊，会在这个上面是吧？它的梁啊，那主体结构，当然外面就突出去的感觉啊，突出去的是偷的面积算是。然后呢，这个，相当于它的深度其实没有特别强的优势啊。然后我们看一下面宽4米2，其实还好，无论是作为卧室还是作为客厅，它的条件都是。比较不错的啊，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面宽，我是觉得这个户型呢，可以好好利用一下面宽啊，好好用一下面宽。然后呢，再关注一下它的采光和设备，这边可能有一个凸窗，然后设备，然后2楼又画了设备和凸窗。2楼这块就暂定它，像我刚才画的那个剖面似的，我画的剖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上面这个凸窗一直兜上去。啊，兜上去也是 OK 的哈，大的落地窗，大的凸窗，然后看一下它的卫生间啊，卫生间，它上下2层给了2个卫生间，2层的话给了一个淋浴房啊，马桶间、洗手台啊，然后1层的话是洗衣房，然后套用马桶与这个洗手台，就不要淋浴房了，因为它整个是一个一居室小 loft 的概念哈。这个单身呐、啊，包括这个两个人住啊，会很舒服，很舒服。采光啊，整个视野是吧？然后使用呢、啊，而且上下的这种关系啊，空间感也是蛮舒服的哈。来个朋友的话，也是说这个小聚一下，也是蛮不错的一个空间。好。LOFT 呢？什么定义啊？还百度了，百度 loft 什么定义？loft，老问那么大的问题，是什么定义？我个人觉得这个 loft 的这个空间哈，就是不，并不要，并不需要很大，但是说这个一定要竖向的空间感。开始我有讲过啊，一定要竖向。如果是说全部隔死了的话，它的那个。上下2层的空间感就也就没有了啊。当然我好像我以前这个有了解过这个 loft 的，其实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但是在国内的话，所谓的这个 loft 大概是我说的这样一个定义啊，变味儿了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分析一下这个原始户型吧啊，分析一下这个原始户型。你可以看到它把这个。一层没有要淋浴房是对的，因为没有卧房，一层没有卧房。然后呢？2楼会有淋浴房，2楼会有淋浴房，然后给这个卧室来用啊。当然，楼上楼下都会有这个马桶间啊、洗手台、马桶间，使用比较方便，不用上下楼了啊。这个是很不错的。然后呢，它的布置也是蛮不错，很常规，然后也比较合理啊。入户进来一侧呢是厨房区啊，冰箱，然后呢从楼梯会从这边上来啊。当然这块应该是从这边上来会好一些。啊，从这边上来会好一些，当然要考虑磕不磕头的问题啊，就是多加一个踏步，从这边上来会好一些，不会影响餐厅动线，然后玄关柜有可能是要放在这里啊，是离得稍微的远一些，最好是把厨房往下错嘛，啊，厨房往下错，然后玄关柜处理在这个入口的一侧啊，入口的一侧是玄关柜会很好，然后再往里走呢是餐厅区这个餐边柜。再往里走是客厅区啊，沙发配套有采光啊，然后从楼梯上去，楼梯上来之后呢，一侧呢是卫生间区啊，干湿分离，然后再往下走是衣帽区，因为不用射门了，整个空间是通透的哈，然后是书房啊，卡在这个栏杆处啊，书房区再往里走是这个卧房区有一个玻璃栏杆啊，也是考虑整体的采光和上下的这种呼应的关系哈。互动的关系，然后呢，下边就是整体的一个挑空区，大概这样啊，布局也蛮舒服的哈。布局也蛮舒服的。那我们看一看它的问题所在一些区域啊，问题所在，你们也可以为我们互动吧哈，就是你们也可以打打字，就是说说它的问题，一些问题，你觉得的一些问题啊。
有人说了哈，我们看一下，二楼，客厅高度不统一，对的哈，客厅高度不统一，没有生活阳台，然后呢，这个挑空吊顶有点尴尬，沙发区一边高一边低，太常规了，没有竞争力，没有生活阳台，二楼写字太暗，没问题。好，说的基本上都很好啊，都很对，因为应该有人也听过我讲这个 loft 啊，跃层啊，一些纵向挑空的空间，我很强调那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挑空区，不单干一个平面，看两个平面一起看啊，我们可以把两个平面叠到一起，但也是没有必要了啊，因为它上下这个结构是。这个一样的哈，结构是一样的。我们单看这个挑空区拉过来一条线，那这样你就能感受到它整个沙发区呢是被扣在了这个挑空区的一半啊，扣在了挑空区一半。也就是说，你到时候坐在沙发区上去看电视或者是感受你的空间的话呢，是很不舒服的啊，是很不舒服的，就是一半在低区，一半在高区啊，一半在高区，这样是很不舒服的，对吧？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有人说什么？每个东西都孤立的，其实它的布置呢，稍微有点零碎啊。我们可以规整一下啊，稍微有点零碎。比如说这个卫生间呢，一些区域哈，无论是使用还是从平面上看上去来讲，都不是特别的这个舒服，不是特别舒服。然后玄关的使用也不是特别的舒服，对吧？刚才我有提到，玄关的使用不是特别的舒服。然后呢，楼梯上去的这块区域呢，也不是特别舒服啊。它跟餐厅的关系啊，不是特别舒服，跟餐椅的关系。书房这一块还好吧？啊，不应该效果出来不是特别暗啊，因为这边是整大落地窗，应该没问题。书房还好，然后没有生活阳台，这两个窗户可以给一个哈，给一个小生活阳台出来。好吧，然后就是稍微刚才有人说的有点零碎哈，比如说这边柜子有薄有厚啊，为什么不统一？当然他有考虑使用，当然可能他也考虑了这个洞口啊，这个门出去。好，那基本的大致的问题就是这些，大致的问题就是这些，楼梯的利用率稍微都有点问题，楼梯下边的话。放了一个玄关柜，这个应该是一个玄关柜，然后就是镂空了哈，镂空，然后做一个小展示区吧，或者是一个小储藏间，整体做都可以啊。loft 的楼梯尺寸一般较小啊，好吧，那就说到这儿哈，它的大致的问题我们去优化进行解决，睡觉没安全感，这个倒不算了，这个倒不算了，因为是整个这个你就去可以考虑是一个。开间的形式去理解这个 loft 啊，比如说它的卧室不需要门啊，卧室不需要门，整体的空间就是放开的啊，整体的空间是放开的，要的可能就是那种通透啊，半通透，声音不隔离的感觉啊。然后呢，因为他要住在这个卧房区的话，整个屋子就应该是只有床这边来住人的哈，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整个屋子都是封闭的，屋子的整体呢是封闭的啊。如果是加门的话，这边又加玻璃啊，加隔断，就是说也会很怎么样呢？很奇怪啊，就是说你会在房子里又套一个房子的感觉，无论是通风啊还是互动感啊，就没有了啊，好吧，那还好 那问题我们也说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去简单的分析一下哈，简单的分析一下。那这个空间呢，按照我刚才说的问题呢，首先我要保证它的 loft 的完整性，对不对？我需要它的挑空的完整性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客厅上空的这个完整感。然后呢，第二点呢，第二点呢，客厅上空的完整感。第二点呢，可能要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小生活阳台啊，小的一个生活阳台。
第一个点，保住客厅的完整感；第二点，保住生活阳台；第三点呢，玄关的完整性，玄关的功能啊，功能缺失了，稍微玄关的完整性啊。第四点呢，就是整体的去考虑整合吧，啊，整合我上面说的一些东西哈，整体的去考虑整合的一些东西啊，就从这几点大概出发啊，你的切入点大概就是这些，其主要的切入点就是这一点。啊，这一点，然后也有很常规的一些手法，我们马上就会进入进来，嗯，好，首先呢，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建筑的结构，这边有个柱子，这边也有一颗柱子哈，我个人是觉得在二层这一块呢，它是一定会有一个梁的啊，这边一定会梁的，先暂时不考虑它多大，但是这块呢，二层一定会有一个梁的。啊，其他区域就没有梁了哈。然后呢，这个卫生间的这个管井呢，我们也可以暂时不去考虑它，因为它没有画啊，有可能这个区域是一些设备管井的一个区域啊，暂时就这样去定吧。嗯，包括厨房的排烟的问题，我估计可能要用这个非燃气的哈，非燃气的。然后烟井呢也没有看到啊，也没有看到，咱们也就暂时不去考虑它，或者就是给它。拟一个也可以，拟一个也可以啊，好吧，这个就是建筑的结构。然后呢，我们就从我刚才说的这个客厅那个切入点来进行，再来出发啊，来出发，然后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布置吧啊，整体的布置。首先呢，客厅我有面宽是多少？4.2米，对吧？我一定要给它放的什么呀？放的舒适啊，我的客厅能不能这么大？啊，这样的话呢，它的体量会很舒服，对不对？会很舒服。首先画到这里，然后呢，相对来讲，你去压缩了整体的景深，对吧？你的餐厅啊、楼梯啊就被压缩掉了。那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楼梯当前出现的这个位置是可以的。那我利用好怎么样？4.2米的这个面宽，也就是说，你要是出现一个1米楼梯的话，它会有3.2米的这个面宽。啊，当然我 loft 的楼梯可能只做到800就可以了啊，甚至750特别小。然后这边呢，常规手法，然后我们解决一个它上去2楼的一个楼梯，从这边上去，当当当上去，有可能比如说这边的踏步呢，可能是延展过来啊，前2步延展过来，延展过来，从这里上去。啊，上去一会儿我们数一下楼梯的这个踏步量，现在看上去也是，没有问题，只多不少啊，只多不少。这样的话呢，我就把里边的这个楼梯的空间让出来了，让出来就给餐厅喽，啊，给餐厅了。同时呢，二层的这个空间怎么样呢？也被释放给主卧室了，对吧？释放给主卧室了，所以说二层只是说我的卧房区。往里退了啊，但是说它的采光说弱了，会弱一点点，我是觉得还可以，但是保证了客厅的怎么，客厅的完整性嘛，对吧？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啊，所以说你沿过来，沿过来之后赶紧去看一下二层，如果你的楼梯处理在这一边，从你这一边上来直接就是一个卧房区，对吧？直接是一个卧房区。啊，卫生间暂时不去动它，还框在这个面积啊，框在这个面积。然后呢，整个一个床的尺寸，把床不大不小的给它挪过来，不去动它的尺寸。可以看一下，是成立的，对吧？两边至少有一个650的一个尺寸啊。一会儿我们适当的也可以放一放这个床两边的尺寸，对吧？啊，床的位置，然后卫生间。好，这边呢，我们就上来，比如说一上来有一个小小的什么电视柜，当然这块是一个动线区，就是说你如果给衣帽柜的话呢，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动线，同时影响视线。这边你摆一个小的一个小的小小的一个电视柜哈，然后呢，这边呢再延出来这个，比如说这边摆一个什么什么小的雕塑台啊，或者是这块呢可以考虑成一个长条的一个书房或者是梳妆台。都可以啊，一把椅子。这个项目我们是有实景案例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loft 的空间哈。当时是我们组做的哈，当时是我配合
高老师、高原老师一起做的啊，一会儿可以给你们看一看那个试用案例照片，类似了，已经蛮类似了。我现在这个布置类似了啊，这个门暂时不去考虑它哈，不去考虑它，所以说形成了一个 L 型的衣帽区，L 型的衣帽区。然后这个卫生间三件套看上去也能实现，看上去也能实现。然后上来之后呢，这块会有一个小缓台，对吧？然后呢，整个这边呢会是一个挑空区，会是一个挑空区。然后回来再看一层。再看一层的话，整个客厅不用去布它啊，差不多。沙发呢，就是大概在还在原来的这个位置，原来的这个位置。我们给它一个 L 型沙发，然后餐厅区对吧？餐厅区，然后可能有一个背面的这个酒水柜啊，酒水柜啊，然后尺寸我们一会儿再细校一下。这边可以卡一个什么，岛台都可以，下边有这个柜子。当然不卡岛台的话，桌子可以拿出来会更好一些啊。桌子可以拿出来，甚至朋友来了6个人吃饭也是可以的。卫生间大概也不去大动它哈，可能也是小小的优化，但是不会去大动它了。洗衣机的话呢，阳台这边就不放了，或者是放这一头也可以，放在这边也可以，暂时就考虑这样子，先不去动它。然后呢，这边。从楼梯上来，楼梯下边呢就要解决这个电视的一个基本功能啊，所以说你的踏步可能是，比如说有一些造型在下边有一个石材台子啊，一会儿我们可以画画手稿，然后呢，比如说下边可以藏一个这个电视，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台面，然后藏一个很大的一款电视哈，电视也可以转往这边转一下也可以，不转也可以，我们把重心往上调一调也行啊，主要是让人上去嘛。这边多余的这个台子也就可以考虑考虑什么展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域，一会儿我们细化再说，把大的问题解决。然后厨房刚才有人说厨房跟卫生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就给它避开，让厨房呢正好是正对着这个餐厅区啊，正对着餐厅区。然后这个下边就是什么冰箱啊，然后这个洗最好是放在这一边，冰箱跟洗挨着啊。厨盆，然后是灶台，灶台区啊，然后呢，再往里侧这边整体是什么？玄关柜啊。刚才我有说这个，给它考虑一个风烟景的一个区域哈。然后这边呢，烟景会通上来，通上来在这个位置啊，不去动它，哇，这也不去动它。然后这边就给一个玄关柜，玄关柜的话。啊，玄关柜也没有必要要的，这么大了哈，也没有必要要的这么大了。我们看一下，操作台，冰箱操作台，冰箱，我还是想稍微的让这个厨房稍微的能再大一点点，啊，再大一点点。但是这块可能会出现一个口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口，假设要是有个牙口，或者是没有做一点现代一点，那这边就厨房稍微的严进来一些啊，给它的尺寸稍微放开一些，然后呢这个这边呢放上这个玄关柜啊，玄关柜，加强这个玄关的收纳就可以了，好，那整个这边的空间我们就给它整体的解决掉了。很多问题，这个尺寸还是蛮舒服的哈，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细化一下，比如说这边呢，可以加一个小小墩子啊，形成一个看上去是一个5人的餐桌，或者我们把餐桌拉出来，整一个四人的小圆桌也可以啊，整个酒水柜就放开了也是可以的，4人的小圆桌，中间吊一个小吊灯也蛮不错，然后酒水柜呢就放开了。这个尺寸感觉更加的舒服，利用率更加的舒服。好了，然后呢，这样子的话，一层和二层我们就给它解决掉了啊，大致的一个规划，常规的规划给它解决掉了。那我们看一下哈，因为这个户型我之前也没有碰过一模一样的哈，也就是说它的有一个问题是它的这个结构啊，它的。这个梁啊、柱啊，都是在我画的红线的这一侧，红线的这一侧，也就是说外面的区域，我刚才提到是偷的面积啊，偷的面积，也就是说刚才我画的方案，如果是这个偷的面积不在
没有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也能成立。刚才的方案也能成立啊，可以看一下，也能成立。只是说晾衣区我们要考虑一下啊，烘干机或不考虑晾衣区也可以，也可以。但是现在我们有条件去考虑，那有条件去考虑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好这个小的晾衣区。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的这版方案的挑空区，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它的挑空区是这么大啊。对不对啊，是 A 的这样的一个面积。然后你反观它的卧室啊，其实你看它的一层还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二层的话你会觉得哇，这挑空区是不是有点浪费啊，是不是有点浪费，这个卧房区才这么小，然后挑空区这么大，挑空区这么大。一会儿我们稍微数一下这个楼梯踏步，我感觉数一下，现在就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步啊，十三步正好是下来啊，十三步正好是下来。那我们也做十三步啊，它每步大概也就是200多一点点的样子，220好像是，也就是。我们也做十三步，那我看一下这个长度呢，我之前留的这个楼梯的长度呢，是完全可以支撑他画的这个楼梯的这个踏步数量啊。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客厅呢，相对来讲我们可以去稍微的减少往下压一点啊，减少它，让这个卧房区呢更加的舒服啊。好，我们擦掉，往下压一下啊，压一下。好，这样的话呢，它的卧房区会更加的舒服一些。这个极窄地区是没问题的。这样的话整体它的卧房区是不是就更放得更开了啊？我们放一个1.8米的床啊，1.8米的床。好，卧房区舒服了。然后呢，餐厅区也变大了哈，我们放一个餐边柜、酒水柜，然后呢，中间这一块呢，就给它放一个圆桌，到时候放一个圆桌哈，圆桌。然后沙发区呢，沙发区这一侧 OK 没问题，然后这个楼梯上去，这个书桌还能延长一点，是吧？啊，床尾呢还会有个床尾凳啊，凳很不错。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挑空区，就被相对来讲被我缩小了一些，但是这个楼梯踏步哈，应该是没问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我们到时候细化的时候再给它减一点啊。好，楼梯踏步没问题。然后呢，这边刚才我有说这个区域会有凉啊，这个区域会有凉。我现在还是觉得现在这当前的这个挑空区的面积还是稍微的大了一些啊。这个区域我想给一个什么？给一个这个洗衣房啊，给一个洗衣房，让它呢这个在稍微影响一点采光的情况下呢，但是要综合考虑它的使用的这个舒适度嘛啊，使用的舒适度。那我们这边想给一个洗衣房，那你要考虑，如果是这块给一个洗衣房的话，那势必我们需要这样隔一下，对吧？这样隔一下之后呢，可以看到我的客厅要上到二楼，也就是说这块会是我一个主要的动线，一个转折上去。也就是说我客厅的沙发区呢，当前的这个状况呢，是需要在这边补一个单椅的，对吧？补一个单椅也是可以的啊，只是说现在这个单椅呢，一个在低区，一个在高区。啊，补一个这样的一个盒子出来之后呢，影响了一点客厅采光也无所谓，但是又突出了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做一个沿过来做一个地台也可以啊，做一个地台，可能是一个什么瑜伽区啊，或者是一个晒太阳的看书的一个区域也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执着于看一层，我们去看一看二层。如果是你隔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生活阳台的话啊，你势必要封顶，你如果不封顶一直通到顶的话呢，你这个晾衣服也没法晾，对不对？
所以说你势必要在这儿封顶，封顶的话，也就是说在这边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台子，对不对？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在床的这个区域往这边看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啊，会俯视到这样的一个平台。那说这个平台如果给卧室的话会更好，对不对？给卧室啊，别让它浪费了，只是看不能用，对吧？既然都已经架出这个空间了，所以说你从楼梯上来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面宽很有优势，而且呢，这边会形成一个动线的话呢，不会影响整个卧房区的这个私密性，也就是我们在这边直接拉过来，拉过来拉出来一个什么呢？拉出来一个桥出来啊。然后反观这个桥呢，会不会影响客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受啊？我们看一下，哦，它基本上不会影响整个客厅的什么，你的挑光区会变成什么呀？这个区域咯，啊，你是相对来讲去牺牲了一下它的这个挑光区，但是你会形成这个空间的上下的利用率，当然同时你牺牲了一点这个整个户型的采光。啊，会影响这个影响整个户型的采光，因为你隔了墙，隔了顶啊，在这个区域隔了顶，但是这个得失很明显，就是说你得到了这么多空间啊，当然你花钱买了这个房子，业主啊买这个房子，那他得到了这些空间，那这个得到了这个空间，他又能过来了，过来之后这个区域呢也可以不是封闭的，对吧？是开放的，因为我要考虑采光，我只是说他给主卧一个附属空间，那可以看到之前它是需要一个很好的书房啊，很完整的一个桌面，对不对？那在这个区域呢，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给将这个飘窗这个桌子给它。刚才有人说飘窗的，有人说这个读书区有点暗，你现在是否解决了读书区很透亮的这个问题啊？读书区很好，然后它并且它跟主卧室的关系也很好。而且读书区呢，它跟客厅的关系也很好，它相对来讲怎么样？独立的，给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域。只是说我的卧房区的采光没有读书区又强而已啊，没有读书区强而已。那这样的话，整个这个，比如说这边放个沙发，对吧？整个这块是一个小的开放性书房，有一个桥过来，蛮有趣的。然后呢，这边呢，下边是一个生活阳台，然后这边会是一个这个。会是一个什么什么品茶台啊，或者是这个休息区、阅读区啊，配套客厅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是吧？都可以。那反观过来就是这个样子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要想一下平时这个业主的一个这个生活流程，平时业主的一个生活流程，也就是说做到这一步的话，我们的确是可以细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细化了。但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思考和推翻，也就是说你想到这一点了，他比如老 K 想到这一点了，那我也有可能想到这点，或者其他人也有可能想到这点，也可能把布局布成这个样子。但你要去试图去寻找，能不能更好一些啊？能不能更好一些？比如说这块我就暂时考虑。如果哈，我考虑这个，如果这是我买的房子，对吧？我会在上面住，是吧？上面的住，然后呢，有一个生活步骤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步骤啊，也就是说，这个是我刚才画这个草图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切入点，我是必须要这么做。就是说我这个我在卧房区会有一段时间，但我在客厅区有一段时间。客厅区呢是我平时生活的这个时间，卧房区呢可能是这个入睡啊，这个晚上来使用的一个这个空间。但是说，比如说现在我想洗衣服，对不对？我得下楼梯去洗衣服，对吧？然后呢，去晾晒，进行晾晒。湿性晾晒是不是？我一般都会在卧房区拿着衣服去，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这样的一个生活流程，对不对？我在卧房区拿着衣服，脏衣服去洗衣服哈。然后呢，这个或者脏衣篓啊，放到里边去洗衣服。但是说这个动线，我就是觉得不是特别好，就是我必须要下楼梯，拿着衣服下楼梯去洗。我有没有可能在二楼就解决掉？啊，就是说我这个洗衣服我在卧房区拿着衣服啊，甚至内衣了，再去洗衣服，但我在二楼解决，也就是说我需要在卫生间里解决。
在卫生间里，在二层的卫生间区域解决洗衣房的问题，解决洗衣机的问题啊，解决洗衣机的问题。然后呢，我拿着这个洗完的衣服呢，直接在二层进行晾晒。比如说最小间，我就可以给二层的一个生活阳台的一个区域，对不对？我的书房还能保住。这样的话，你一层怎么样？一层会放开。啊，我尽量不让客厅看到我挂的衣服啊，然后呢，同时我客厅的空间体量会更大一些，啊，就下面都给他了，这个榻榻米什么的都就不要了，啊，然后我客厅的布置呢就会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舒服啊，那这边可能配一把单椅哈。这边可能是有个架子鼓之类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个这个绿植哈，都可以。整个客厅区域被放大了，然后二层呢，你要解决晾晒和小书房这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啊。这样的话，二楼如果是给它洗衣机的功能，它会更加的贴心，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啊。只是说我们这边可能牺牲一个600见方的一个尺寸，到时候细化的时候牺牲，给它弄出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一楼卫生间可能。会更加的舒适啊，会更加的舒适。它只要解决马桶和洗手台的问题就可以了，对不对？马桶和洗手台的问题，甚至这边也可以给玄关一个补充空间也是可以的啊，给玄关一个补充也是可以的，好吧？这样的话，整个草图的流程就出来了，也就是我的思路的这个整个过程啊，整个过程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小宅子利用率还蛮高的啊，利用率还蛮高的。然后有挑空啊，有趣味性的这个小过桥，然后书房也保住了，卧房也很舒服，衣帽间也有。然后一层的话有个大客厅，有局部挑空，然后呢这个而且有我喜欢的这个沙发区，单人沙发区。啊，同时餐厅也能配到四到六人都可以啊，卫生间也很舒服啊，这个厨房这个整体的这个长度呢拉的也比较开啊，这样的话这个小户型就优化完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细化一下就可以了啊，当然没有完美的方案啦啊，这不可能有完美的方案。好吧，好，然后呢一会儿我们细化的时候呢就去解决这个细节的问题啊。看有人问了，客厅应该会看到二楼晾晒区的衣服吧，就是说你放到一楼也会看到，放到二楼也会看到，但是放到二楼的话呢，这个一楼的空间会被打开，放到一楼的话二楼的空间会被打开，你看你想把哪个空间想打开。同时呢，如果你想不看到，就要想用什么样的材料，比如说我想透光的，但是这个不透影是吧，这个不透这个透半透光就可以，比如说磨砂玻璃啊，比如说这个夹丝玻璃啊，这些材料呢我们都可以去考虑。衣帽区呢我势必可能要隔一个东西，或者隔一个屏风之类的东西啊，或者隔一间出来，要保它的品质的话要隔一间出来，对吧？啊，这些都是可以，这些都算是基础的一些解决的一些办法啊，基础的解决的办法啊，然后不可能什么都很那什么的，很完美的哈，指定是会方案都是会有这个取舍的啊，会有优缺点的啊。百叶也可以啊，以后我们看一看我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啊。好了，然后呢，我们休息5分钟，然后我还会再回来的啊，然后我们用1个小时的时间去细化一下就可以了。